Kilam 第一次遇到 Shell 是一次睇楼的时候。Shell 当时仍然是一只四处流浪的毛蟹，咁啱就匿咗一个村屋的示范单位入面。佢当时染上了俗称乌蝇虫的凝锥病，唔单止身上边传出臭味，所以更加被锥虫食晒。Kilam 于是即刻联络帮助流浪动物的毛蟹守护者，将佢带走，并且转交俾兽医治疗。最终 Shell 顺利康复 ，Kilam 亦决定收养佢，并且同妹妹阿 U 一起照顾佢。但原来最初唔系咁顺利噶咋？初头嚟嘅时候偷走啦，佢即系唔惯。咁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咧走咗之后咧，我打俾我哥哥啦，我哥就即刻喺公司揸车翻嚟周围揾佢。咁都庆幸嘅，其实都揾得翻，同埋佢都愿意跟我哋，之后就冇再偷走过。佢当日翻嚟嘅时候都仲系有伤口嘅，咁我哥都会每一晚同佢洗伤口，虽然即系工作都忙嘅，但系都会照顾佢三餐，等佢容易适应环境。而佢哋都发现喺照顾 Shell 嘅过程当中，有得着嘅原来唔止 Shell 一个。毕竟我同我哥都唔系一齐生活。咁哥哥都會多翻嚟睇只狗咯，咁會買好多嘢俾佢啊，甚至乎會多打電話俾我問一下，或者打翻屋企問一下啊只狗個近況點啊，凍咗咁只狗有冇病啊，或者有啲咩事佢會多關心咗咯。咁屋企人個關係係親密咗嘅。同樣領養咗一隻黑色糖狗嘅 Gary 同 Eling 亦都係咁諗，佢甚至覺得兩個人嘅性格都因為 Edgar 而變得更好。我發現即係阿爸爸係變咗一個比較有責任心嘅人啦，咁我又會即係比較情緒會穩定啲咯。佢喺度嘅時候，即係唉唔好咁大聲鬧交啦，或者唔好發脾氣啦，唔係嚇親佢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即係佢為咗我哋都即係令到我哋做咗一個更加好嘅人咁樣咯。但原來 Edgar 最初唔係佢哋嘅首選嚟噶，偏偏 Edgar 嘅一個舉動就將佢哋嘅心融化咗啦。我哋就話拜拜啦，跟住佢就錫咗我哋一啖咯。咁跟住我哋都冇話即時要領養，我哋都諗再諗咗一個禮拜，跟住第二個禮拜又去探佢，跟住嗌佢個名，佢就喺佢最遠嗰位慢慢行落嚟揾我哋，跟住就覺得唉係你啦。於是佢哋就由領養動物組織狗狗之家帶咗 Edgar 翻屋企，而且承諾會一直照顧佢。我同我男朋友即搬咗出嚟住，我哋都會揾一啲可以養狗嘅單位啊咁樣啦。咁同埋都有同媽咪傾好啦，如果我即係 touch wood 同我男朋友分手啦，咁只狗就會跟我翻嚟住我媽咪嗰度，咁佢嗰度都可以養狗嘅。當我哋去一間寵物店嘅時候，其實可能見到一隻好可愛、感覺好似好健康嘅 BB， 但係其實佢嘅來源、佢嘅出處，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嚟自一啲好殘忍嘅地方。當你可能屋企有呢個機會可以去救到一隻狗仔嘅時候，咁又點解要用錢去買多一隻狗狗翻嚟，而係令到間接令到可能另外一隻狗狗就冇咗機會，而要被人道毀滅呢？如果你都想养宠物，在买和领养之间，相信会有一个更明智的选择。东网电视记者陈晓峰报道。